本该是有一个网站，那个这个档案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叫做 Photo Tape， 那个搞不好你有听过，哦，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一块呢，我发现网络上讲的人比较少，不是说它特别难，而是因为它很简单，所以反正大家都不去用。要用那个最，就是用那个最水的，光它套那个什么外框啊，其实不用用这么多。我们先来看看哈，来您看一下。对，好，事实上它可以不用安装哈，您直接点开就可以用了。那我就把我这个剪刀把它打开一下。这一份我没有给大家哈，因为我跟他讲，因为那个上面都是那个都是副作用面处理，你用那个黑白的眼镜，可能大家看的大概效果不好。但是如果你待会觉得说这个剪刀没有需要，您再把这边抠，好吧？好，或者我把它交给那个群里那边，那如果您觉得有需要，您再下载这样子。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其实后面的质量能够做的很多。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先就直接跳到我们这个基本的处理的部分了，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一块，这个是我们刚看的。哎，请问您拍照的时候会不会拍到这个？会、嗯、会。我们刚才从逆光背光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往这边拍呀。对，但是他如果这次拍的这些很重要的场合，我们来看看看看 Photoshop 能不能帮助我们很简单的做到。那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我在变更一下资料组，可能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就我先 demo 了，我们就参考看看，如果觉得够神奇的话，我们哎，你们有兴趣再来练习看看这样、哦、好。哎，我看一下相片边做这，好，我找这一张，这一张震撼的，像够暗了，这个在那个哪里？在那个关山之下，嗯，怎么办？您看好，在滤镜里面有一个相片，我们现在是右手在这个地方，好，再用这个地方哈，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很简单，名词、专业名词用的不多，有那个叫暗部组装。我现在就在按的就亮而已嘛，哎，所以亮的不能再亮了。按部组装，使用前、使用后，不放过去之外，来再做一次。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我们再做一次。好，再做一次，因为在上面看会比较差异比较大，比较好一点。你看，使用前、使用后。你有没有发现亮的就是那个暗的地方，但是再亮的它没有再变得更亮了，有没有？所以夕阳还要再回来了，这样 OK 哈，简单。所以第一个解决了，第二个你会不会拍到？就是你就在那边在上面看，有时候照片不会太亮，会整张太暗。我们刚刚是普通暗的地方，但是有时候你整张都暗，不整张都亮的，我把这一张给各位看看。这张大家比较有感觉的，这张会偏亮，好、哦，都注意了哦。好，偏亮的那怎么办？在这边您看哦，一样在刚刚那个相片里面，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全域的增减布光，对吗？这个全域的增减布光，好，您把它点一下来。事实上，这个东西讲的就是我们数位相机上面有一个功能叫做曝光 ED 值，这个傻瓜相机上面都有，只是大家没有在用而已，因为你都用它最傻瓜的功能的，全自动的。其实平板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啊，可以不要太闪光灯，这不太闪光灯，因为太闪光灯亮度不平均，对不对？好，那个 ED 值呢，一般我们在数位相机上是从零。然后呢，在正负二之间，好，正负二之间。那么如果你比较暗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曝光值变高，正的，它就变得更亮；相对的，你把它变负的，它就变得更暗。
那么我们这一张来讲，它不太亮，就把它调到这边来，对吧？呼叫吧，很简单的就处理好了。我们现在都讲那个一个步骤就解决了，所以你看，你只是说这个动作而已，这就变得很快。那么建成的分点不光这个，我把另外一个，给各位看到，这个你可能就看不出来，我把另外一个，我把这一张。有没有发现这一边比较暗，因为光线不从这边来嘛，小贝不是在想当中嘛，怎么办呢？来这边一样，你看我们都在这边玩了，有那个叫做渐层的分解部分，渐层的哈，所以你看你打开之后，它就像什么，就是像一个渐层一样，渐层有分两种嘛，那我们现在用的是渐进的，也就是说它这边就看到灯光的来源，好，灯光的来源，然后呢，它会像这样把它照过来，好，照过来，到后面这边就完全不受影响，好，完全不受影响。那中间就是有渐层，所以好像有灯光这样照过来，好，那前面是完全不受影响，所以呢，我把这个，我把它调大一点，让各位看会比较清楚一点。请问有没有不一样？如果你觉得没有不一样，我是你看错地方。为什么？因为你看的是这里。可是人家有看不一样的，他是看的是这里，有没有？这样这里跟这边是有差的，这样是差的哈。哎，所以你看，使用前、使用后，就是旁边好像地板上灯光都亮起来了，对不对？很简单。好，所以其实你只要会善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啊，原来可以做得那么快。像这个，有时候你拍起来像火焰般光，对不对？可是接下来这个我们就称作打光，打光。我们刚刚前面所做的都是真的整张在做，但是有的是局部的，它不是就是按照我们刚刚那个点的，那就是局部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就把它调整了。你看哦，还有像下面这个奶油丝，对不对？像刚刚那一张，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叫打光。那打光呢，我们来找这一张给各位看哈。好，这一张我稍微变小一点点。OK， 您看好、哦、在左手边有没有发现？这一次我们第一次离开刚看，有没有叫修片工具？修片工具哈、哦，我去除黑斑吧。但是大家有些共鸣，在跟我打光。哎，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对不对？来，我们先看一下这里，你看这个照片。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尤其在舞台上，有时候我们是很多打的，舞台那个灯一定不可能平均嘛，所以他们两个就不错。我是直接在这边，刚那个小朋友有没有？哎，啊，他就比较哀怨一点，因为只有一边亮，他正常一点，他都没有照到，所以就是好像他比较黑，那你就欧巴对，黑。有差呢，那来去看看，我来看看打光，打光你按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会变底刷，有没有？底刷办法，右手边这里呢会有它的相关的属性。那我们把它，这个我把它变大一点，好，那因为各位在这边看，所以我把它曝光比较高一点。好，我们来看看看，让它不要那么哀怨，看大一点。还能够整体吧，因为你看这个要求都在他那里哦，有没有？有没有简单？很简单，对不对？是吧？稍微修饰一下就好了，所以照片的话很重要。好，那可是你看，要注意一下，你又在涂，有没有效？好像没有变这样的呢。今天如果你涂过的，还在涂加强第二次的话，请来这边，有没有叫更新底刷？哎，你要按一下哦。这个时候，第二个就太多了啊，第二个不放满面了，哈哈哈哈哈。按一下就要好，这样子大概了解。所以打光比较适合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局部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拍照，就是你看你们在这边又拍大合照，对不对？我想说不小心被他们遮到了，回去就觉得很难过。我想多想一下，自己修一下就好了哈。所以你看这样简简单单我们就可以处理好了。
好，那么这个就是一比，所以看到这边你看一下这个一比，你会考的话，情况刚考的都是在一比几嘛，所以一比你去看看它，虽然说这个网络上你看到的它应用很多是比较啊套牢一些怪框啊很炫的东西，但是我们先把基础做好，这个可能会比较重要。好，好 ，OK， 啊，最后这个还是要介绍的，去主黑方到哪家？来吧，我们看一下哈。好，那么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这里有没有疤啊？哎，其实不止两点哦，有没有好几点？因为小朋友满脸的时候有没有？这里啊，哎，会有疤，怎么办？容易去除黑斑疤。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它这里好分，因为欧斑条是有的。真的吗？但是你不要太急切，要太那个注意啊。就是小范围帮他们，但是有时候你不一定小范围，不一定用小范围就好，有时候你要快速替换一下。以这样来讲，真的是有发展比较好。好，我们来去看看哦。疤，对不对？那一般来说，我们的笔刷大法会建议各位就是大概跟那个疤差不多大，大一点点，大一点点，不要太大，因为有时候范围太大，可能不见得是好事。那我把大小讲一下，好吧？点了有没有？点了之后呢，在下面这里让大家看一下，点了又要开始处理，没了，挺近的。他把汪都抱抱这里面，哎，你看这里哈、哦，点一下对不对？开始处理，就这样。但是它有一个不同的限制哦，就是你要是连续的，所谓连续的是这个，像我们刚刚说有三个点嘛、啊，这个疤痕是分开的，那就不能你点三个一起处理，这是目前它的限制。事实上，你要说说那个脱下的受众功能。我们照相馆啊，都帮人家修，尤其是那个大合照的，有时候就稍微修一下。好，那他们用了多线的功能，这样子跟这个差不多，简单吗？哎，真的很简单哦。所以要看看，那么您看，再看我们女生的，也要看一下男生的，要平衡一下。你有看有对话？请问上面叫做？抬头纹，所以右手边这个叫做鱼尾纹，对不对？这个叫做法令纹，它、啊、如果比较胖的，下面还会有，脖子纹。好，不管它，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来，您看一下，一样是黑斑疤，不过这个来讲的话，你反而要做小范围的效果一下。好，做小范围，好，那您看一下，我们就这样录一个。然后就去点头，有吗？先把图像我放大一点好了哈，所以下次不用再用拉的，涂一下怎么样就好了，简单哦。所以那个写真集，还有网络上照片几公分。那个人永远会不对啊。好，那你可以看一下。那么这里呢，还有一张啊，哈、哦，这里还有一张 update 的。update 怎么样？这个我就必须告诉各位了。真的，这个智慧，不用翻，你也翻不了。太凶了，好不好？原来是那个人在笑我他，好、哦，所以这张就不用试了，好、哦，好，那可能我们今天大概时间哦，可能只能暂时到这边，好、哦，不好意思，那所以不知道各位您对刚刚那个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社交中心网站的部分，好、哦，您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可以。关键是的上次他是跟着手链的是内内还有各种领导全部都有。那我告诉各位
目前说见给他怎么传你的还是机密，那叫做三面机密，不管户口两户都一样，所以你其实没有人完全知道，除非是他们的那个老板。但是你在网络上很刚才那个 FTA 的关键字，就是说大家去揣测去测试，哎，发现说这些原则是可以，可能可以提升，就是我们的网站的含义，它收入的时候它含义在前面的，哎，事实上它规则非常非常多。那你关键字出现的越多，就是说相台去的话，你不能说我那既然关键字好就全部都忘了，还是在外面多好，他们常常在后续测试，他也会聪明啊，因为学术的不相干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是上课程的介绍，结果你还有砍价那个，虽然跟现在个人心理有关，可是这跟他是没有相关的，那自然这样效果会好。所以我们要建议各位，你可以去看看，因为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找，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今天要开一个这个理财课程，你可以去看看有什么网络上面有些关键字的建议。好，比如说你去雅虎寻我，他可以建议说，啊，我今天要做理财，那他会建议你可以再买几个字。对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就是砸网嘛，对不对？网字、越狱，它自然相对来讲可以找到机会比较大。好，那还有没有问题呢？不用请了，都讲很难记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都是2020年在，像你刚刚录的那个高高林，他是用电话的，那我还要问说，这个是2007版的。哦，你说我在屏幕上这样画两画去这个吗？是。当然是免费的，我录的像介绍的。所以你如果有需要，随便，一定给你。来，我录的像第一个就是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剪报像这样画的，其实如果今天我是那个 Vista Windows 的，它那个就有类似的放大功能。好，但是如果您用的不是的话，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哈、哦。我的部落格的右上角，我有放那个叫做常用文章，常用文体还是常用文章啊？忘记了。因为这个是免费的，而且不用安装，档案很小，所以如果你刚才愿意的话，替我30秒，马上就给你。哎，都搞出来了。至少有会网上会比较多介绍这些小玩意，我们讲免费的没有预设版。那上面没有付费，您看右上角这地方。我这有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做那个引荐。对。我们做引荐，我们要在就是在短时间内做，那么我们引荐嘛，对，所以我刚刚有一个那个网站，外国网站的，那个是你可以把那个照片或是影片上传上去，不要30秒内都是不用钱。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那个东西下来，就是有当时没上，它可以下来，已经可以下来了。我的意思是要编辑。对，它可以编辑。可以啊，你还可以加入文字哦。对，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网络比较慢嘛，比如说像这样。对对，也许你会买什么绘声绘影啊，或微粒导演之类。假设我有4张照片，对不对？那你可以自由排列，有点像卷包那样子。那它中间可以做一些转场效果，那你要插入文字，这边可以插入文字，哎，也可以放影片，那它最后就是帮你产生一段影片，你可以下来，也可以直接就是放到那个 YouTube 上，连下来都不用，它就直接给你同时。对，哎，因为那个30秒那个很穷，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你的影片，你的影片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课程，你拍的，比如说不要说一个小时，10分钟、20分钟，再剪就是蛮痛苦的。哎，所以其实你可以用照片或者录一小段的，我们说的像应该是有物理功能嘛，我们就录一小段就好了，带点新的就好了。
哎，那再加上照片的辅助，那再加上那个人事说明，因为他资源多，只是中文他比较简单，因为他们两个字就是记名字。好，不过因为我们底片主要还是展示我们内容嘛，所以这可能内容是其实还好。哎，但是两边都 OK， 那因为他又得帮你配乐，你要找到那个版权的问题。哎，你参考看看，如果有问题，再通过内容或者电话，你们那个地上都有。好 ，OK， 好。那刚刚您问到的就是这里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GOMIT， 这个大概好像200 K 左右的，年薪228。其实本来还有一个要跟大家介绍，就是第三个部分，有一些小工具哈，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看到的资料实在太多了，你现在不是找不到资料，是你的资料太多。不知从何找起，那所以你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好的帮助。其实 A 型的搜索就跟我们跟各位像那个 Google 英文版一样，什么意思呢？抱歉了，我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介绍给大家真的蛮可惜的。 A 型平常都能在找你们电脑面的网站那个档案的话，你们都怎么找？查看之后要搜寻。好，请问你感觉如何？第一个没有很快，对不对？第二个找不到，我给他带来消息，你敢动手吗？都有进入。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个小软体，这个免费的，不用安装，只有中文。好，那您可以到我的部落上下载。那么我们一般在找，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啊，它会有一点点时间帮你的档案做拖延。它能够找的，它不是做全文检索，因为我们一般找的其他都是什么档案名称或资料档名称，对不对？好，全文检索，另外全文检索那种免费软体好用，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如果你在找的时候，它能够及时的出来，那是一个相对来讲，对我们来讲比较方便。那因为我希望有一颗硬件比较大哈，它找的时间比较久。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在这把它点进去哈。好，您可以看到哈，这个是，等一下呢，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用飞快的速度找到的资料。好，那。这个呢，你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大概就是像刚讲，需要一点点时间，花一点点时间啊。那它主要找的就是这两个关系，好，这两个关系。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它画面，它就是像这样，找到之后就这样。你找到之后，知道这个就是你的档案总载，你可以直接 copy， 也可以让它告诉你你的档案是真正放在哪里，好，真正放在哪边。好，那我们这里看一下，好。比如说，像我来找一下，好，就有没有发现，我边打它就边找了。但是因为我现在是关键，因为有一个资料夹在桌上，所以你会发现，好说，我找另外一个，好，我找啊那个，说的这边很多，哎，这个。好，哇，这里也好多，哎，没关系，好，我想您看一下，那这个我有调整过，它会把关键字翻白，有没有？会啊，你们比较看不是很清楚，就是它会用粗体。那么我们往下看，这是资料夹的，来，您看一下，有没有发现我找到？在这边。有没有档案名称的，对不对？资料夹名称刚刚的，对不对？档案名称，你看我有 Word 的，有没有发现要找的话，一下就出来了，而且我是边打就边出来了，可能还没打完就找到了。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也让他这个档案的话，你可以直接 copy， 也可以告诉他开启路径，是吧？看一下底下，这样了解的哈，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吃饭时间哈。